咗，收入稳定咗，生活改善咗。爷爷唔再系外判合约，佢嘅福利同埋待遇都有所改善。而家爸爸工作到老，都唔使惊公司倒闭或遣散而冇晒啲强积金啦。至于妈妈，以前我出世嗰阵时得10个星期嘅产假，到而家细佬有14个星期嘅产假，妈咪可以有多啲时间照顾细佬，我同细佬都好开心啊！我好开心啊！终于见到爷爷、妈妈、爸爸妈妈。同埋細佬都好開心咁笑啊！